挖矿了，这个矿太震撼了，而且有纪念意义。周深跪在镜头面前，用纸巾包着手机耳麦为爱他和他爱的人演唱经典音乐剧的著名曲目。这是当年周深在酒店房间里跪着为歌迷唱 Think of Me， 这首歌曲是音乐剧歌剧魅影中的一首插曲。刚认识周深的时候还感叹过一阵子，不唱歌剧可惜了。一段时间之后就是和他老师一个心态，他开心唱什么就唱什么，他会创造属于他自己的艺术。周深最新合影与新华社中国名牌杂志社总编辑周志毅合影留念，深深手上拿的那本书是周志毅的著作《有一种根叫故乡》。这是周深最近聚餐的合影，周深和孙悦老师挨着，其他人小编也不知道是谁，应该不是时光音乐会二聚餐，因为没有其他嘉宾。